今年的颜色很不一样，它是浅驼色，让大家在搭衣服上面，在气色上面更好搭，不会显黄黄脏脏黑黑的感觉。 QQ 毛的部分手感超软，整件 Q 毛外层麂皮，天气好冷好冷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超贴心，我帮你接一个非常漂亮的皮革，真的你到寒冷的国家度假，或者是今天台湾地区很冷，你也不用穿厚重的外套。一面是拉链，让你很安心装你的钱钱之类的东西，一面是圆领口袋，超可爱，可能呢要插腰或是你要拍照，两面的口袋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它的夹口你看什么大学 T 宽 T 全部可以搭进去。